小七啊，你跟方总两个有没有？嗯，真的，太好了，耶！那小七，你们赶紧把日子定下来吧。主要是我柴姐的档期很满的，我要提前把时间留出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呀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可以呀，我的哥，没想到你居然是那种闷声干大事的人。Yes， 原来跨物种繁衍是可操作的，那我作为机器人，应该也可以适应地球人的繁衍。行行行，小布，你喝点喝点，别说，再说播不了了。好香，是我的炸鸡。好香好香，哇，好香好香。结婚是答应的事，当然不能忘记了。来，咦，什么？嗯，高五万了。来来来，啊，试试。你这也太那什么了，你好歹也得雨露均沾啊。嗯，来，嗯，好吃吗？嗯。柴姐，你尝尝这个。哦，谢谢宝贝。嗯，好吃。嗯，我们结婚的婚礼上能不能也用这个蛋糕？可以，很好吃，很有食欲啊。你想要几个就有几个。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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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七啊，小七。小七